弥撒开始，请起立。
Maku anga may manami isa sinan dani. Maku kalakin kita matinuka ilita tu ikuliban. Na maku santaw kabas-kabas kapumis. Amen. Yeah.
大家祈祷。天主及仁慈的天主，你的唯一圣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曾使自己的母亲童贞。
達観。Diung aipa kutip sedang ipam kukumis kabadusa masai isakalungan kubaku sedang amu mau mak aipia inaku lutku disuni muu makal Inauni salamat. Sida aipa si Bukna Kupumis Masay is kagalungan Tubaku. Sida a among ko Mak aipi a binaku kaida Paklu sing saw kapas-kapas Simpatuman kuktu kaida Iduni upunun Matal sukais Maumani inuliban Asa amu ka Kapimau pagusan Ilis king takut Adulengu tu sin lakuda
我们的泽玉神父、金神父。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我回来了。在七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是金东元神父在这里当本堂神父。那时候，我比较瘦，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也是不知道将来踏入修会会是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我印象很深，我要离开之前呢，金神父送我一句圣经的话呢，他跟我说：“真理让你得到自由。”所以他就告诉我这句话，一直让我放在心中。那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离开之前，我在圣堂那时候有给大家做一个鼓励，我说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天主给我们很多很多美丽的故事，非常多非常多，从我们的周神父，从我们的传教士，我们每一代的长辈们一直传承的信仰，在地这个地方非常多美丽动人的信仰的见证。这些信仰的见证呢，他们好像是一个手，怎么呢？我们降福的时候手往下，对不对？好像这些恩典、这些恩宠呢，一直这样子在照顾我们族人，照顾我们弟兄姐妹，一直在给我们降福。那我那时候勉励大家说，我们也要把手翻转过来，让我们呢，也把我们的手给别人，来为别人祈祷，来为别人祝福，来为别人服务。我们不能总是领受，我们也要慷慨的把我们领受到的拿出来。所以我只是这样子拿出自己的其中一个天主的仆人而已，就是因为过去有非常多的感动，还有天主的爱真实的在我的家中，在我成长，在我跟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光，所以你们推着我能够走出来，到外面去的时候也是地利制造的，这都是因为你们的祈祷。所以呢，我回到家乡做的手记是特别特别有感触的，因为我就是这里长大的，我就是在这边成长被养育，所以有非常多非常多我们过世的，像我的舅舅那么林高他也非常想看我的病毒，那他在天上，我相信他以及所有的亲戚朋友们，他们今天也在我们圣经当中跟我们共融，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感谢，我也是说不完。为了这个整个场地瞬间搭起，整个这样棚子，然后我们的圣咏团每一位，我真的非常感动，还看到我们的青年，我感觉到天主的祝福继续在地利堂居。我也希望你们持续的为我祈祷，我无论到哪里去，我的牧职工作，我每一个服务的地方，我都愿意有你们的祈祷伴随着我，让我把这些部落的太阳，天主的阳光带给所有人。我也在每一天的祈祷中会为你们每一位祈祷，我希望每次回来的时候都看到更多信仰的见证。我不是最后一个，我也不想当最后一个，你们每一位都是要继续这个故事，好吗？感谢大家，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每一个工作的人员。我一让你都没上，再次热烈掌声啊！恭喜我们的金神父。